那连续呢听了两首都是这个福建歌曲，那么下来呢，我想为大家安排一首的是一首华语的这个经典歌曲。那么我们也一同呢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，曲名叫做《想你想你》，怎么啦？到你们接下去好不好？来。想你，我想你，日夜不停想念你。自从那天默默分离，我俩就隔东西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想我，其实我想念你。想你，我时常想你，那是因为爱。出港的人哦，是，我是这个川出港的 resident， 对呀、啊，十八桂河嘛，啊第，哎呀，你俩的在哦，古早我是你的前夫，你忘记了？乱说，是我娘家在川出港，我不再再去看戏，无啦，再去载，你知安怎不？你知安怎不？因为哈那个时候还没有嫁嘛，对，所以呢那个时候嘛，就是一直呢被这个王雷大哥还有他的一个好搭档阿南呐、啊，阿南大哥，然后呢？因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一直带着我们跑码头，然后呢两个呢就每次轮流哈，就说今天是谁来载我，对啊，然后呢是谁又把我送回家这样子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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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讲哦，哎我好像一晃十多年了，不止啊。OK， 你觉得你嫁出去了吗？川出港？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我问你啊，哦，你嫁去哪里啊？我嫁去巴厘巴了。哦，巴厘嘛。一塞一塞一塞。哦，啊，你川出港，你感觉徛川出港？好在哪里？川出港给你最怀念的地方是哪里？我喜欢的那个宁静。哦，因为我很喜欢你喜欢宁静的。哎呀，对对对对 ，peaceful，peaceful。你要宁静，你要宁静，你搬去警察局住啦。喂，亨啊，你告诉我是去警察局啊，不然我很怕你说什么，叫我搬去林厝港啊。所以川出港给你最留恋就是那边啦。对对对。你要说讲个古早川出港啊，上出名南山。有无？十四个半，那不是叫南山小学？
有没有？师妹，啊那南河、通河全部都属于那一带，对不对？啊你一安，我讲过吼，伊讲老人家咧出来，有影王女，我真久不听到这个名了。通河啦，南河啦，金平公哦。南河，我跟你讲，大家不知道南河那时候最出名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他们的篮球队。哦，开玩笑，哎，有读书的，不是没有读书的。真的，南湖南山小学，为什么我知道南山小学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外靠在那大路边，南山小学正店有一间玻璃店。哦，有个玻璃店啊。OK。啊，一间玻璃店，刚去了没玩多久啊？啊，就是那的南山小学。OK。刚好为什么这样说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那么准，李国煌就住在那边。哦，真的。真的。哦，他也是川出江哦。啊。哦，在一个，在一个，在一个啊，在一个，在一个。好气啊！应该我听我老爸的讲。哟，那么多么厉害的话，我一想到哇，那个邓来了，真的那个回忆哦，回来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那隔壁店啊，古早的隔壁店，哪隔壁的店啦？就。一下落地过 ，boom！ 哇，要头昏是讲，中国毕竟是参观。真的，你听听看，那里王雷大哥在讲什么？十一个啦，啊，够阮啊，古早阿妈讲什么啊？什么大世界啦，什么世界啦，什么哇，真的。要讲古早呀，我还不知道。古早，我们的这一辈就头名，因为中中那边嘛，对，中中那边叫昂沙里，啊对，昂沙里，对不？啊啊，老滚嘴边，那叫西白波贝，对不？真侪土名，你也想到的古仔土名，哎，可以有你们 comment 一下。是啊，是啊，可以 comment 一下。那想到等古仔土名是什么？对呀。古山，古山在哪里？给你猜。古山。古山，古山，猜猜，你话，今年啊，老人家古山是多少？哎，有没有提示？有没有提示？古山在哪里？古山，古山。啊！赶快，赶快。Chestnut 中学的后面，高狗。高狗。Boys Town， 古早 Boys Town 对不 ？Boys Town 的后面。哎，牛顿那边哈，没有牛顿，顿你的头啦，牛顿，一个天一个地，我那狗狗啦，狗狗啊，不给颁奖狗狗。哦哦，我知了，不给颁奖是叫狗狗，叫狗狗。那你出出不给颁奖叫十个。哦，不给颁，不给颁奖，我一个名上出名，什么名？好，你有？亚沙贝。哇，你人是烧香的，同一辈的啊。啊，七个不是，七个人叫嘉宾，嘉宾我拢讲清理。正面讲什么不？我靠，笑脸了，不同辈吗？真的真的，因为你就是跟我的阿妈那说的都是一样的，开玩笑，对我们都不知道啊，所以我知道了，不给颁奖是叫十个，对，啊，抓出杠是叫十一个，啊，无十一个唔是的，我唔知解释，抓出杠是掉落头起起起起起，十个、十一个、十二个、十三个、十四个啊，那头起个名顶起起的，哦，安尼哈，对，高只起麦起了。十四个你都买高只机了，十四个是多了，多多多位，哎，安尼九个八个，安尼都是落落的啦。会使会使，啊，有啊，乌桥头在哪里？乌桥头我猜 ，Havelock Road，Havelock Road， 啊，西卡丁拿到了，啊，西卡丁，西卡丁，哎，你马上来，你看，哇，啊，西卡丁，红山，红山，红山那边，啊，乌桥头会怎样了？吼，乌桥头是伫咧，诶，加兰布沙那道哟，啊，Have luck 啊！哦，我吃辣了，不是吃辣，是被吃辣。老师，安怎安尼啦？无礼貌。哎，几千人来。证明我跟你们的这个年龄层哦，有差很远，有没有？对对对。对了，好啦，啊，非常谢谢。我还有知道一个而已。什么？还有一个啊。厦门街，哎，厦门街，这个嘛是叫厦门街，是咩？对啦，嘛是叫厦门街，你假讲的，无过对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九十九万啊，到了九十九万。外在 Buena Vista， 漂亮，对对对对。哦，无漏开，无漏开。对啊，对啊，哎，你看一小段的访问就很多勾起，真的，现在很少人说这种地方了。而且我开边上西边的，里边啊关了了，起真无处。我起了起高楼大厦、金融中心。对，我开到上 steady 的。嗯，关掉了起什么你知无？起什么？全新加坡人的房的晒热到晒地。格兰基啦，我住格兰基啊，就包塞地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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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以后我们要说一点这个以后要说去的地方要说这些。对，人会知影咧，你换的士啊，拢我该知。无顾无讲哦，一笔记。未记啊，拢我未记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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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很开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王雷大哥，谢谢。